主料：扁豆角400克，猪肉1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辣椒丝、生抽、葱、味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嫩扁豆洗净，嫩扁豆切丝，猪肉切丝，辣椒切丝，葱切末，炒多放油烧热，先放葱末煸炒出香味后，将肉丝放入翻炒，然后放入辣椒丝出香味，把扁豆倒入，大火炒至熟，要入盐、生抽、味精出锅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私房话，扁豆一定要炒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